向驻香港部队的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。习近平强调，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，驻香港部队任务繁重，责任重大，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，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，把握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，加强部队全面建设，提高履行使命能力，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，为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行稳致远做出更大贡献。告诉了大家，温水神维生性电解次氯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还原成水，温和不刺激，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环保。要跟病毒共存，必须要长期抗战。大家赶快来到快点购，输入雅婷的推荐代码 CTI 999，就能够享有折扣优惠。